在拍了。对啊，快点。虽然现在都在拍了。好好，我按掉。哎呀，这样很假嘞。我要流露真诚的眼神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讲什么好。你是也弄大字报的。老师，你觉得我跟你像吗？你虽然都可以即席表演。我不知道讲什么嘛。送一句话给依依。等一下，下一节再来找我。我要学一学，我要先构思一下。你现在都已经在拍了。